学了，我们庆祝一下呗。择偶有什么庆祝的？想想马上可以见到你们的好朋友，在学校愉快的学习玩耍，有绿的多开心呀！爱情的是你和爸爸吧？为了这次庆祝，我请来你们的好朋友。谁呀？这位小姐，王旭先生。哇！到你大展身手的时候了。这个时候想到我了。先换上装备。孩子们愉快的玩耍，我愉快的下厨。不过还没好呢，我们都饿了。那我先给你们做个性能脆皮炸鸡翅。有原味和抓烂两个口味都给你们做了啊。这个不用选动，空气炸锅200度，15分钟就能吃了。来，现在尝尝。这也太香了吧！这比外卖还好吃。根本停不下来。主要是粉包肉厚，外脆里嫩，撕开满满都是肉。这个鸡还是零激素添加的，孩子吃也放心。非常不好了。谁家老公这么贤惠？原来是我家老公。你们俩把碗收下，爸爸洗。我的任务有重要，监督你吗？